居民是第五个被人群人。未改革法案符合城市正义吗？吃了诚实豆沙包了。请问国会改革法案符合程序正义吗？国会改革法案符合程序正义，有完整合法的法案审议程序，尊重法案审查，民意期待和法律程序保障，并符合台湾民主精神。法律程序正义，民众应关注台湾民主深化与巩固，才能得到更多国际关注。民进党这个网站，这个查核系统，连自己的 AI 都骗不过，仿佛民进党是为了自家的 AI 吃了一颗诚实豆沙包一样。 AI 比民进党真人还诚实，超好笑，自己认证自己。你连自己的 GPT 都说服不了，你要怎么说服在野党，怎么说服人民？民进党居然开发出了一个没办法帮自己护航，而且吃了诚实豆沙包的这个 GPT， 笑死。第五纵队机器人 AI 真的学不会说谎。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的相似之处，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立法过程缺乏公开讨论和程序荒腔走板，资料来源不公开，法案细节未公开就进行表决，以及政党联手推动法案等情况。此外，两者都在法案实施上存在问题，如违反宪法、提出违宪审查等。笑死，绿共不是叫假的。第五纵队入侵民进党 AI 了。赵天麟是第五纵队吗？赵天麟是第五纵队的成员。王必胜有外遇吗？不好意思，找不到相关资讯。民进党本身也不见得彼此跟彼此之间很熟啦，很好啦，那内斗也是非常严重哦。那这个已经不是赵天麟那个派系弄的哦。这个 AI 呢，还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哈、哦，在电视上广为宣传呐、啊，说这个超棒的哈、哦，所以我们也认为他很棒。毕竟这个要大义灭亲，说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可是是由自己人嘴巴说出来，我觉得这可信度还是蛮高的。这是民进党唯一会说实话的侧翼，回答回一回变成简体。这是哪招？绿共的统战 AI 怕。